有时候因为好不容易生完了嘛，就终于大解放，然后也是晚上常常发药的时候，一进房门就会看到忍太久了，就是可能有一些先说要求太太帮他用某个部分来帮他解决生理需求。妇产科有什么问题？因为我们那个病房它都是独立式，就是现在都是单人的，然后。就是很多病人或者先生，他们都会就是把它当作旅馆在住，就是五星级套房，因为我们比较走精致路线。然后有时候就很常就是晚上的时候发那个睡前的药，然后一进去就看到一个全裸光屁股的人站在那里，我想说吓一跳，想说现在是来错地方吗？自己还就是惊讶一下，然后后来先生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背着屁股就赶快跑到厕所里面，然后我就只能装作没看到，就是很镇定的跟太太说：“哦，妈妈，这是你睡前的药。”然后就默默的退出去这样子。啊，妈妈有穿衣服吗？妈妈有，妈妈非常正常在床上，然后她也吓到，就非常淡定的，就是也是默默接了。老公只是来照顾病人，全身脱光，他有那么热啊？他有那么热是？好像都会把他当。做自己家这样，就是全裸在里面走来走去，太放松了啦。还有呢，还有，有时候，因为我们可能产房嘛，孕妇怀孕十个月非常的辛苦，然后先生也很辛苦，然后有时候因为好不容易生完了嘛，就终于大解放。然后也是晚上常常发药的时候，一进房门就会看到忍太久了，就是可能有一些先说要求太太帮他用某个部分来帮他解决生理需求，对。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镇定跟专业，就是这是睡前的药，然后再默默的退出去，无微不乱。对，就是好像什么都没看到，处变不惊哎。所以你还是照哎，这个药在这里哦。对，然后无视于他们就好，放了就好，没关系，放在旁边，然后默默的再退出去，然后一关起门就会觉得哦天啊，刚刚看了什么，就觉得要收紧。你是哪在医院？我要特别注意。住哎，对啊，讲的我们突然间有感觉，感觉很刺激的感觉，没错哎，对，因为他们那种就是突然到一半，护士会送药那种哇。但是我们还是会敲门，会敲门啦，但是他来不及收枪了。对，敲门之后要隔久一点。你会先听一下吗？会停个大概3到5秒，说哎你好这样子，然后才会开门。给他们一点时间。可是可能没有这么快。哦，被呼啦。有那种说哎等一下，有这样的吗？马上有，先不要，还是有，马上好，马上好。先把门再关起来，这样。Cherry， 哇，哎，精神科的趣味比较多，虽然有一点这个悲伤，但是还是好玩。会有一些怎么样事情。我以前在临床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个男病人，其实长蛮帅的，觉得蛮像张孝全，然后身高是180这样，哦哟，对，然后留个络腮胡，蛮帅的这样。然后可是他就是生病了嘛，然后他在病房里面就会蛮好像对我蛮喜欢的，会像我有对表达这样子，然后我都会跟他提供他现实感，跟他讲说就是他现在在住院，可能不适合做这种就是男女之间比较多。过多的友谊这样子，对，在临床上就发现他会跟其他女病人比较好，然后我们就会制止他，就跟他讲说在病房里面就是都交朋友就好，不要太过太 over。 他就说他会跟那女病人比较好，就是因为我们护理师都不理他，他就说连护理师都不喜欢，就是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，那外面正常的女生也不会跟他在一起，所以他只好找女病人当女朋友这样。瞬间觉得同病相怜嘛，对，瞬间觉得他可能就没病。爱情能够医治他，那也是一条路啊。他逻辑很清楚啊。对呀，啊，他变成这个 cycle 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好像就是压力比较大，他自己给自己压力比较大，生活中压力大。对，然后那天发病，所以他当作到你们医院去是来伤起来的，对吧？对不起，无伤。我在警车的沙滩上。不要乱演了，那很专业。所以你这个还蛮浪漫的。但说真心话，我从他刚刚在讲这个眼神啊，眼睛里面有小爱心，有意思哦。你对那个男生有意思哦？没有，没有。如果啦，我这只是如果。对。如果说你被抓到跟他两个人在上演，就是那个就罗西敲门嘛，他也没有女朋友，你也没男朋友，然后。罗西敲门，敲门，但这一把来不及，就是已经哦，两个人在床，
那报到院长那边，在临床了。那你这样会算犯罪吗？不能有一拜托，不行啊，不行，只能医病关系啦，不可以。医病关系不可以，这个让大家有知道这一个状态。了解，对。桥。